freely in Europe, but there are still walls and wars left. Often you can see them because they are in our minds. 柏林围墙四十年前兴建，十年前倒下，今日零星四散。城东露天画廊呢一段已经算较为完整。德国统一之后，政府耗资100多亿美元重建首都柏林，要将呢一度变成政治、经济和文化都会，追翻上伦敦和巴黎。走在柏林街头，历史仿佛只留下一抹痕迹，不留心观察都几乎忘记这个城市曾经一分为二。Die deutsche Einheit sofort！柏林围墙一夜之间倒下，东西德分隔了40年，在围墙倒下不够一年就完成统一。原来属于共产德国统治的5个州，1600万人口，并入民主德国版图。为了重建首都和东德，联邦政府和原属西德的州政府每年都拨出300亿美元去补贴东部。1991年开始，德国人民除了要负担23%至51%的入息税之外，还要额外俾多5.5%的统一税。赋税越嚟越重，就好像一盆冷水，即时冷却了人民对统一的热情。Yeah, I'm working in this factory 33 years, and tomorrow it is my last day。重整東德經濟帶嚟工廠倒閉、裁員和失業問題，10年嚟呢啲問題仍然困擾住東德人。位於柏林東面嘅呢間勞工處，每朝早都會見到好多人嚟碰運氣。佢哋大部分都係50零歲，距離65歲攞退休金仲有好一段日子。53 Jahre und das ist das Problem。我今年53歲，咁嘅年紀好難揾到工做。喺呢度51歲開始就冇人會請你。下個禮拜我會去洗衣鋪度做兼職，一個星期翻2日，每次4個鐘頭。Können Sie schöne Grüße nach Hongkong bestellen? Bei Ihnen ist es wahrscheinlich auch nicht wesentlich besser. 你不如幫我喺香港揾份工啦。我諗你嗰邊會容易啲揾工啩。我已經成年冇做嘢，四圍揾工都冇人請啊。喺過去共產黨統治時代，根本冇人諗過自己會冇工做。統一之後，竟然要面對失業，實在令人好難適應。Dass diese Arbeitslosigkeit einfach Dinge nach sich zieht. Also, ich hatte eben in. 失業係會帶出好多其他嘅問題。好似我有一個個案，佢失業啦，跟住就一直都揾唔到嘢做啦。佢只係得56歲，失業對佢嚟講係好難受，令佢懷疑自己嘅能力，冇曬自信心，同埋好驚同人溝通。好似佢嚟揾我哋輔導，從來都唔會由正門出入，要兜去行後門，因為佢驚撞到人，怕人問佢：喂，你嚟度做咩啊？咁佢就有同人講：我冇工做。雖然話柏林而家係不斷發展，應該有好多機會，但係好多外邊嘅人亦會嚟柏林揾工。上了年紀的人又怎會夠人爭呢？在柏林，失業率高達15.6%，7個人當中就有1個失業，比德國整體失業率高出70%。牧師 Reinhard Voigt 在柏林大教堂的輔導中心工作了22年，他說
統一後嚟尋求輔導嘅人比統一前多出四倍。喺共產黨執政時期，好多人因為政治迫害、自由受壓制而嚟求助。統一之後，好多嚟揾佢輔導嘅，都係因為適應唔到新環境，覺得焦慮、失落，甚至唔想做人。Dann kam so, nachdem die Wahl in der DDR von der CDU gewonnen wurde, 基督民主党赢了大选，曾经令我抱有很大的希望。我原先以为统一过程可以很顺利和融合，但是实行起上来才发觉到东西德两个不同体制的社会各方面的差别都很大，但是双方很少沟通和交流。东德人对于资本主义赢了不是那么服气，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当然有隔膜了。西面的人觉得自己什么都有，什么都懂，他们没有去了解东德人在过去的经历。冷战时期，连接东西柏林的桥梁、铁路通通被截断。統一之後，東面各項基礎建設重新同西面接軌，沿用了幾十年的制度，亦全盤西化。因為要同西面看齊，很多制度，包括福利制度，亦逐步受淘汰。呢間托兒所本來的服務對象是零到六歲的小朋友，受託時間長11小時。不過，州政府因為要在未來兩年縮減9000萬馬克的預算，於是決定效法西面，將受託年齡由零歲提高到2歲，受託時間亦由11小時減到每日最多6小時。Manuel 嚟自西面的慕尼克，而家住在東面，個女9個月大就由托兒所照顧。佢放工之後，先接佢翻屋企。Manuel 唔明白咁好嘅一項福利，點解西面唔效法而要廢除？以前東德政府嘅呢項福利真係好好，幫咗我好大忙。過去嗰幾年，我真係好彩有呢一種服務啫。我个女而家3歲，我唔敢谂，如果佢喺西面出世，又或者东面冇咗呢一种福利，咁我都唔知点算，我都唔知揾边个照顾佢。你都知啦，我要翻工，我太太亦都要翻工嘅。Und ja, also wenn das umgesetzt wird, was im Moment 如果改咗法例嘅话，我就会大失预算，咁我嘅收入就会少咗。我的生活水平肯定会受到影响的。Mein Lebensstandard oder wie auch immer man das nennen mag。柏林成為德國首都之後，遊客同外地移民都比以前增加，外國人口由統一前的40000人增加到80000人。As a foreigner now, you have to be very careful. You have to know where to walk to, and where not to walk to, and when to go where. You can't just take things easy like we used to do. 的士司機 James。由非洲加納移居西柏林已經20年，佢3番4次提醒我哋，而家喺柏林要小心極右分子嘅滋擾。If you're not a German, you are not wanted here. They believe Germany is for the German. The problems which started, you know, after the unification, loss of jobs and this kind of trouble.They push these problems to the foreigners. So they think foreigners are taking their jobs, foreigners are taking their houses and kind of things. So when they see foreigners, they hate them. 統一後的柏林雖然越來越現代化，各方面亦蓬勃發展，但是這裡已經不是 James 熟悉的柏林，
佢准备离开。位于城西的 Savigny Place， 邻近柏林最旺的购物大道，过去一直是吸引游客消费的热门地点。不过，当东面不断涌现新的购物区和餐厅，西面这里就开始变得冷清。餐厅老板说，附近两成铺头已经转手，他亦打算在东面再开另一个炉灶。我也有打算要在柏林其他地区开多另一间餐厅，主要都是考虑在东边的市中心区。虽然那边的建设还未完工，但是柏林的发展趋势是会东移的，重建市中心的工程全部都是在东边那边进行的。城东的 Cowis Plus是柏林其中一个新兴文化焦点，餐厅咖啡室林立。在共产党执政期间，意见分子经常在这区秘密聚会举行沙龙，时而世易。不过这里仍然是老百姓宣泄不满的地方。Berlin， viele Frauen sind einsam. In ihrer Einsamkeit beginnen sie, sich viele Filets zu häkeln.Die sie aus lauter Frust in sich hineinstopfen. Wenn sie dann aus allen Maschen platzen, halten sie Ausschau nach einer passenden Diät. Sie tun sich mit anderen zusammen, mit denen sie sich gemeinsam vorm Filet häkeln ekeln können und schwören sich, nie wieder mehr zu häkeln, als man essen kann. Guten Abend. Jacqueline 经常同一班朋友举行读书会，公开朗诵自己写的诗歌、散文。这类文化沙龙三年前在东柏林开始流行。Jacqueline 说，在这里她才找到表达自己的空间。Und für mich war das einfach alles viel zu schnell. Also, das war wie so eine 統一對我來講，實在來得太快。就好似突然之間有一個芝士蛋糕掟埋嚟，要個個人走去攞一件，分咗個餅。人人都會覺得係好事。如果你仲有咩埋怨，其他人就會認為你有問題。奇怪，點解你仲唔滿意？唔通你想好似以前咁樣咩？周圍啲人咁諗，會令到我覺得冇曬思想自由。Das ist dann für mich auch keine Meinungsfreiheit. Also wenn ich nicht sagen kann, ich finde es nicht alles gut. 我認為而家唔好，唔等於話以前好過而家。不過啲傳媒往往就將兩件事拉埋嚟講。In den Medien das so verfolgt. Jacqueline 嘅處境多少係統一後前東德人嘅寫照。根据最近的调查显示，三分之二被访者不认同以前的共产时代，同时又不觉得自己完全属于统一后的德国。但是有超过七成被访者承认自己对东德仍然有归属感。十年以后应该就是说德国统一 是对的，是一个很自然的事。但是有时候我还想念中国的事。Jacqueline 的男朋友 Sven 是在统一之后才入大学选读中文系。五年大学生活令他以为自己习惯了柏林的转变，不过毕业之后才发现原来还未适应。有时候我还想念一些中国的事，比方说以前这个固定性，现在当然我们有自由，但是如果有太多自由和没有人告诉我应该做哪一个方向，有时候我很喜欢，但是有时候我也觉得可能比较好，如果人就是安排一些事情。现在当然我可以随便的去找工作，但是也可能我找不到工作。以前我没有办法随便的找工作，但是我一定找得到工作，就是这个差别。统一初期 ，Sven 曾经同大多数东德人同样心理，就是各方面都要同西德人看齐。
但係疫情過後，佢又重拾東德人嘅生活習慣，睇報紙亦揀翻原來東面嘅報紙。 柏林的三个报纸，其中有两个报纸还是比较多谈谈西柏林的一些事情，和这个报纸他们是比较多谈谈柏林东部的事情，对我来说比较有兴趣。哪一方面呢？很多方面呢，在政治方面我觉得很有意思，在文化方面也，经济方面是都一样。 经济没什么改变，就是在西部或者东部，他们报纸谈谈差不多一样。但是文化，比方说，如果是一个东德的作家去世了，他们都会谈谈这个事情。他们可以写这个作家他以前的书是怎么样的，他是你们还记得三十年、四十年间的做什么，他跟社会主义的关系是怎么样的。那我记得这个人，我以前可能也看过他的书，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但是 别的那个西部的那个报纸，他们应该不会可以谈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可能也不认识他。每日镜报系 Sven 口中写西柏林为主嘅报纸，同一嗰一年吸引咗不少东面嘅读者，销量倍增。10年后今日，嚟自东面嘅读者跌到得翻一成。Lotte Heinke To move freely in Europe, but there are still walls and wars left. Often you can see them because they are in our minds. Parlam 围墙40年前兴建，10年前倒下。 今日零星四散，城东露天画廊呢一段已经算较为完整。德国统一之后，政府耗资100多亿美元重建首都柏林，要将呢一度变成政治、经济同文化都会，追翻上伦敦同巴黎。 走喺柏林街头，历史仿佛只留下一抹痕迹。唔留心观察，都几乎忘记呢个城市曾经一分为二。Die Deutsche Einheit sofort！ 柏林围墙一夜之间倒下，东西德分隔咗40年，喺围墙倒下唔够一年就完成统一。
原来属于共产德国统治的五个州，1600万人口，并入民主德国版图。为了重建首都和东德，联邦政府和原属西德的州政府每年都拨出300亿美元去补贴东部。91年开始，德国人民除了要负担